比较喜欢的是一样的。会啊，零食。哦，零食。对啊，我不吃零食啊。嗯、然后呢，我不吃，反正就是尽量不吃加工过的东西。嗯。那你家都是原形食物？原形。我会买饼干，然后呢，饼干买到家，然后呢，一年以后可能我不去管它，它还在那边。那干嘛买？就白坏了。啊，就很想干嘛买？因为你看到的时候，你真的会想买。哎、欸，不是人哎、欸，我也会想。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啊，会不会预防一下哦、喔？晚上万一肚子，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，对不对？晚上，然后这一放，可能就放了一。晚上如果真的饿，你会吃吗？啊，晚上如果真的饿，真的会吃，就是打开一包，对啊。吃哪一片？一片，然后其他都坏掉。我不可能让自己一晚不好睡。我觉得当女神这么多年很辛苦，然后你都辛苦，现在还会被叫女神，不觉得压力很大？不会，我看了，会不会想像姐姐一样这么好？以后没有这个称呼也就认了。这，我觉得老没有办法，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吧？对呀、啊。然后我觉得，像我就很欣赏，我真的也欣赏青霞姐，她就是真的。就是做自己啊，我觉得很好，就是你开心就好。像我旁边的朋友会觉得我很辛苦，就说，他说，哎，你们是不是出门哈都要这样弄得好好的这样子哦，好像很累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世界觉得很累。你们会觉得我累吗？对，不会吧？我想大吃哎，我们一般人会想大吃，但是有办法信不信啊？就是一个工作做久了之后，你就习惯，你就觉得那个习惯是可能才是一个大家想不明白的问题。就是你会觉得说，好像我出门，对，我去买一个菜，我去超市，我也要把它这个配好一下嘛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去超市会搭配一下。这个是不会蓬头垢面。你知道那种，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已经植入的晶片，就是觉得说，你要有一个，就是你出门还是要像个样子，你知道意思？所以我有时看到人家穿拖鞋啊，我真的有点就是看着我讲。哦，是吗？还好，今天没差不多。我说拖鞋的意思就是说，有很多人真的很随性的，穿那种什么夹脚那种。我只会在海滩出现夹脚。那老公，老公也一样吗？老公跟你一样会穿得整整齐齐出门？对啊，不然怎么会这么能接受？就是，我觉得喜欢一个人那个调子应该不会差得太远吧？但老公也是爱漂亮的，整齐啊，夸张到那种，很夸张。太爱漂亮的我也没办法接受。那要说就是柳丁、苹果、葡萄柚，然后葡萄。就是里面，其实它们里面的功能真的不一样，什么维他命、维生素，其实都不太一样。可是正好就是我喜欢吃这些东西。然后芭乐我也很喜欢吃啊，它也有很多维他命，维芭乐、维生素，维生素汁，对。所以其实我看还有什么，我最常还有梨子，奇异果呢？芋头酸，芋呢还切开。所以呢，就是反正就这几样食物换来换去了。就是应该蛮幸运，是整颗喜欢带皮吃奇异果，对吗？可以这样子吗？这个毛容易过敏。对啊，我不晓得。反正就奇异果放在我家的话，我应该也是切给别人吃。来，请你自己切。就苹果、梨子啊，苹果梨水分比较多的东西啊，而且可以放很久哎。所以在家也是会像仙女一样。例如，就是下厨房或动物，不会，我是另类仙女，另类仙女，自己说自己都全心动物。我会偶尔烧，我不会每天烧嘛，每天烧也会，就是还是会做，还是会做，对，会常常的。拿手菜是什么？啊，我没有什么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没什么拿手菜，拿手的烫青菜，不要逼我。我跟你说，就是煲汤，我不还蛮还不错，煲汤啦，对啊。但是我不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没有半桶水，我不会到什么很像厨师级的。可是我的好朋友都厨师级，我觉得 OK， 他们就是有这个天分。很简单的家常，
我跟你讲，反正就几个汤嘛。罗宋对不对？罗宋汤、排骨汤、鸡汤，商品已经都上架了。这三个汤是常常换来换去，就是里面配配料换一下。嗯。就是想入门的，这一题太难了。其他小外卖不算稀奇。就是那种机器重训，那种嘛。你会去重训？我那就不是仙女了。啊？你们意思就我是仙女好不好？我以为说我们是仙女。会做重训？啊？重训。就是对，会去拉一拉，然后拉拉筋啊，然后伸展一下，我觉得都很好。可是就是不会说做太夸张，到变成那个肌肉人大块的那个肌肉人，这是很恐怖。不追求肌肉感觉，不好看，就不好看。而且我听说会上，好，他们拉来拉就拉拉，就拉到他上，我很怕我上。希望你们再看到我的时候，想太多，你可能就不在这种场合了。可能比别的记者会，别的版面。现在生活重心是比较存在，各一半，各半。老公，对，不会啊，因为疫情啊，因为这个是感觉，我们需要无视。赶紧打电话，就打电话，也不会啊，因为有时候会飞来飞去看他，这样子互相看。对，就是比较稳定，所以我觉得数据我会理解，而且我觉得不要找同行的更好，会比较好，对，因为比较难配合。对，找变数派。你是不是瘦了？怎么知道？因为刚刚看你好像瘦好多哦。只有脸吗？脚也很细，你脚也很细啊！不是逼我，因为平常都你们逼我啊，没有啊？有啦，有瘦哎、欸，就是对我减，就减糖减盐减糖减盐，对，减糖就差很多，就每个看到我都瘦了。然后呢，所以你没有量几公斤，我真的没有量。可是因为每一个看到我都说瘦，我知道他真瘦。对，这样很好。减糖减盐三个月。对，减糖减盐，就是，然后减淀粉。像你现在菜单大概是怎么？我的菜单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的菜还是照吃，可是我就是说，不是那种用大锅炒那种菜，不要这样吃。就是我照样也跟朋友出去，然后就是吃他的菜，就是料理，不管西餐还是就吃他的菜。对，就是不要去，尽量不要去碰那个饼啊，或者是那种淀粉啊那些就好。意大利面聚会什么的，我最喜欢的意大利面不行，也不行。可以啦，就吃几口，把它拆吃掉，就是这样吃，就减那些就是不能吃完，就然后不要吃到太饱，目前都不要吃到饱，三分，我不敢觉得，不要再逼我了，其实在叫大吃，我跟你说不是，我跟你讲可能就是三分跟五分的这个成分，就是有时候三分有时候五分，可是就是不是饱。三分会饿吧？你真的会三分不饿？就是你没有那饿的感觉吗？不饿就好。经常我好像听说过这个说法。你可以试试看，你可以试试看啊！我们都追求十分饱。还没有做就说我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那一天吃几餐了？啊？不饿。我有时候吃一餐，因为我不饿，我没有觉得饿。就比如说我起来，我就是觉得不饿，我不饿我就不吃了。可是我会吃水果。可是我不会去吃那个正餐，然后到对，然后到那个六点以前再把就是一天的那个餐吃掉，六点前就一天就一餐这样。大家都用飘了吧？不会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让自己飘？感觉挺虚耶，是不是？不会，这样会不会虚啊？不过这应该是你自己单独的，就在家的做法吧，就是。不可能啦！我还是要有朋友。为了这样子没有朋友可怕，变成那个山林洞了，不可能。
我们还是会正常跟朋友聚会社交啊，嗯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才健康，就朋友常常大家一起聊聊天，然后就是他就是我们可能叫一桌的菜，然后我就照我的方法吃。那今年是比较少，其实我几年了吧，就是对我没有特别去接什么事，嗯，那生活的重心，因为有代言啊，有活动啊，像这个今年是活动，嗯，那这些找我，嗯，然后可是因为戏剧的部分，我不知道拍什么戏，是老公给演吗？不会，不会。是我不知道要拍什么样的。你介意你妈妈的角色吗？你说妈妈吗？嗯，我讲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这个戏里面的孩子啊，如果只有5岁，接受。好，如果说崔演员找我跟我讲说啊，突然你的孩子20岁了，15岁了，我觉得是我也不是我不会这样子吗？不会啦，我滚，不大，我滚。不是，我会说呢，就是我会觉得说，对，我就会说，对我们公司的经纪人就会说，啊，就是不太适合，嗯，因为确实还没有到那个时候，就是我觉得，等我外表在不太像女神的时候再来，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时候，嗯，大家都想问什么时候会生孩子。每一次都问，这已经是老问题。我已经有两个，就是小狗。好像听人家说，就是有养狗或者叫小猫，因为生活就是会要他们真的会，你要看就小狗，其实就跟小孩子要带他，真的，一模一样。然后也不会，他也会给你沟通，不是说好像他真的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动物，好，动物就是动物。还不是人类，他真的会跟你沟通，而且就是比如说，你没起床，他绝对不会吵你，超乖的，对，绝对不会吵你。但是养在台湾是台湾吗？反正就是说贴心，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讲过啊，上一次，去年的时候我也讲过，如果真的我觉得有一天我就想要有一个小孩的话，我就去领养就好，因为其实。有这么多孩子，需要人家那个帮助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华人有时候是要去打开自己的一些固定的事情，不是结婚就一定。你看，我觉得通常会去领养孤儿，领养有一些生产，不是让人。就是我们好像都比较接受，自己的骨肉，真的好像根深蒂固，好像。植入晶片，对啊，其实不会啊，我觉得你如果养它，就会有感情，就是你的小孩，所以我如果我真的想的话，我就要去，我以前有拍过，对不起，我怎么这样拿下来，对不起，以前呢，我拍有一部戏的时候，我记得。就是水土不服到我就是脸长青春痘，就是额头。哇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去的那个地方，也不是说很进步，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然后呢，真的那个剧组很好，就放，就是给我放一个礼拜回来，回到台湾，台湾的医疗很好，就会放去看医生。然后呢，就是医生，因为那个是要急速让它消下去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给我打针。那种是特殊情况，一辈子只那么一次，是真的把我吓死。没有，我皮肤呢，过敏的时候状况非常好，真的很奇怪。可是如果过敏的时候呢，你就是要让它，你就是要就是擦药，就是让它休息几天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反正有状况的时候，绝对不要碰任何保养品，你是知道吗？对，就擦药就好了。所以其实我的皮肤很好，对。所以就是说我有一，就是我自己熟悉怎么去对付它。那你毛细孔超小的。对。我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完美。你真的毛细孔？就你不走呼吸的人。啊？皮肤。
鼻口在鼻子鼻孔呼吸，所以我就说就是怎么讲，就是其实我皮肤没有真的是需要那种特殊的越难照顾，对，所以保养品呢过去也是浪费很多钱，因为你给别人介绍完回来你买回来再擦在脸上你发现不是，所以其实就到后来的时候你慢慢发现说哦原来你选的哦，你要先去问他，请问你这个牌子里面比较保湿的系列是哪一个？一定要有保湿，先问。先不是除皱，也不是美白哦，因为美白反而会过敏，有可能会过敏，因为美白它有添加这些东西。对，所以保湿很重要。所以过敏性皮肤，我建议，反正你一定要先问这个产品，不管是面膜还是。